神主，八三年可以做牧師之後，1998年嘅時候咧，有一個布道家為我按手祈禱啊，一掂我就好似電流咁湧入嚟嘅，即時咧好大嘅愛，強烈到咧係即時喊得好緊要，好釋放又好安慰，好感動，係喊咗好耐，即係覺得咧哇，好似全部嘅心嘅重擔釋放啊，被愛啊，被安慰啊咁。 咁我就哇，原來可以咁樣經歷神嘅。咁我之後咧就好多祈禱啦。嗰一晚我翻去都係，我即時好想感謝神。喺個巴士上咧，我又想舉手讚美神。咁咧，但係個巴士點可以做咧？咁我諗到個方法就係挨住縫窗咁啊，挨縫窗，即係手啊，挨住個窗啊，即係冇咁明顯啊。即係如果我坐中間位咁坐喺度咧，人哋而家話你係咪有問題要問啊你？咁我就挨住個窗咧，就喺個窗嗰度。 掟住隻手，咁一路多謝神，原來你係可以同你有咁親密嘅關係，個心我就好感激神。翻到屋企好夜我都繼續祈禱，同埋之後咧用好長嘅時間祈禱。咁咧就行切，即係喺神嘅裏面咧。後來咧一呼叫耶穌，一叫就哇，即刻能力來，而家都係，我一講咧即刻啲喜樂，神嘅愛同埋能力即刻湧來。咁我又哇乜咁好嘅，即係可以即時感受到神嘅同在。 咁我又再試一次啊！再試一次又係一樣，一樣係感受到神嘅能力。咁後來我仲經歷喜樂咧，即係喺一個聚會裏面經歷喜樂啦。咁嗰陣時咧，我就覺得哇，非常好啊，好想保持。咁我點樣咧？我翻屋企嘅途中咧，喺個巴士度咧，我又想喺個聚會，我都不停保持喜樂，因為我知道好多人經歷喜樂可以失去噶嘛。咁我喺個車度咧，我又想保持，但係又唔可以大笑啊，因為喺個聚會自然喺度湧出嚟嘅笑出嚟。咁有咩辦法咧？咁我就咁啦。 即係我冇呢個動作，幫我即係示範俾你睇，即係可以笑咁樣。但喺裏面，其實我而家好多時我都會咁做嘅，但係我就你睇唔到嘅，因為我係裏面喺一種喜樂湧流。咁咧就之後咧，每一日都係同樣咁。咁而好奇妙嘅事咧，喺我經歷之後幾日，有人要求我為佢按手祈禱咧，就睇住佢經歷啦，即係睇住佢。 佢經歷情趕出去啊，被安慰啊，被釋放啊，被醫治啊，咁咧唔單止我喎，即係我其實我而家四圍全世界都有去㗎。你上網 YouTube 揾葉牧師你會見到我好多影片嘅 YouTube 葉牧師，同埋咧喺 Facebook 就葉牧，因為佢嗰度唔可以寫葉牧師嘅，即係牧師個牧。咁咧你會見到不同嘅影片，就 YouTube 比較多啲嘅，可唔可以帶出嚟？咁咧就去好多地方咧，佢哋都覺得好大嘅幫助，即係一方面就係。 啊，經歷聖靈啦，第二方面咧就係訓練佢哋點樣侍奉主啊，係好大嘅幫助。並且唔係就係我自己喎，我今日咧會有一個姊妹分享，佢點樣經歷改變，點樣咧同神關係改變，並且佢嘅侍奉提升。下個禮拜我又會有人，即係話我哋不同嘅人咧都可以分享點樣俾神改變同埋整個生命提升。 大家聽嗰時候，你想都係咁啊，即係好有心同埋有能力啊！嗱，我自己嚟講咧，喺經歷四年之前咧，我係對於侍奉咧，我係好有心侍奉。但係咧，你話係咪好有信心改變啊？我發覺咧，我因為我同人嘅人緣係好嘅，所以我喺侍奉嘅時候，我好享受同人一齊。嗰陣時我喺學校嗰陣時咧，就係阿考宏喺學校嗰陣時咧。 嗰啲學生咧，周時咧lunch time 啊、午餐啊，或者咩時間就放學啊，走嚟揾我傾偈嘅，即係我人緣好，所以帶咗好多人信耶穌嘅。但係幫佢哋靈命更新就難啦。但係我經歷四年之後咧，就幫人靈命更新就好容易。我亦都提升過不同嘅傳道人，就係點樣咧？即係佢唔係傳道人喎，佢係一個好軟弱基督徒。跟住經歷四年之後咧，佢發覺，咦，哇，原來聖靈嘅能力咁好啊！咁佢跟住咧就受訓練，跟住咧佢就。 後來咧進入聖經學院啊侍奉嘅訓練課程啊，咁咧就侍奉神啊，即係睇到哇，可以咁提升人啊！所以我都好想喺你中間提升一啲人，俾你知道唔使一定要好高嘅資歷先可以侍奉神嘅。今日侍奉，因為今日分享個姊妹咧，佢其實佢嗰個本身嘅學歷係好淺嘅，但係神一樣好大大用佢。咁我今日所講咧就係聖靈充滿咧。 提升靈命同埋侍奉，佢係會提升嘅。咁而我係三次講嘅，每一次有不同嘅進度，都係一路幫助大家喺靈命同埋侍奉上嘅提升嘅。聖靈充滿回應基督徒好多嘅需要同埋困難，因為我擺喺網上好多影片啊，所以好多人揾我嘅，佢會揾我啊，牧師啊，我好唔掂啊，我。
啊，靈命唔好啊，甚至有傳道人都揾我，佢話冇乜力量。咁另外咧，有啲人低沉啦、憂鬱啦、瞓唔到覺啦，啊，同埋咧就啊，即係各類嘅問題都有嘅，夫妻問題又有揾我，即係各類嘅問題都有揾我嘅。咁咧好多好多樣嘅問題，但係有一樣嘢我都一定做嘅，我有輔導啦，同埋我一定會去祈禱經歷聖靈，包括婚姻問題都有幫助，係好明顯嘅幫助添嘅，有啲好明顯嘅幫助。咁咧即係話，原來聖靈咧係真係能夠回應基督徒不同嘅需要同埋困難嘅。喺羅馬書八章廿六節，我一齊有聲經文一齊讀嚇。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，我們本不曉得裝當怎樣禱告，只是聖靈親自用説出出嚟嘅嘆息替我們禱告。嗱，呢個講到咧就係我哋嘅軟弱，神會幫，聖靈會幫我哋嘅，佢係會加力量俾我哋。其實個基督徒都一定有佢軟弱嘅地方，個基督徒都一定有佢犯罪嘅地方嘅。咁咧，而聖靈用説不出來嘅嘆息啊，呢個講到一個好親密嘅關係。嗱，呢個嘆息到底嗱解經，即係你會去諗有咩可能嘅解釋？第一個可能嘅解釋係咩啊？聖靈坐喺天上，即係好似聖父啦、聖子啦、耶穌啦，聖靈喺天上就喺度咧為我哋祈禱咧，一路祈禱，哎，一路嘆息啊！因為佢喺你嘅心中嘆息咧，嗱，大家去諗一諗。邊個解釋會更加合理呢？即係聖靈就望住你啦，啊喺度嘆息，因為佢用個嘆息嘅字，即係話咧，佢一種感覺傳遞啊。大家有冇經歷過？當你有煩惱、有困難、有罪嘅時候咧，你會覺得裡面有種催逼感嘅，有冇呢種感覺啊？犯罪覺得唔舒服嘅，你當你神叫你做某啲嘢，你唔做嗰時咧，又會催逼你去做嘅。有啲嘢你，即係咧，你犯緊罪，神會提你，或者有啲嘢神想你點樣提升咧，佢又會催逼你噶。即係話呢個説不出來嘅嘆息咧，係我哋經歷到嘅，經歷到咧就係裡面有一種嘅呼聲啊，喺裡面催逼我哋點樣做。大家有冇試過呢樣嘢啊？其實個基督徒都會有嘅，就係知罪啦，同埋咧神提升我哋去做啲咩嘢啦。即係話咧，原來聖靈同我哋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，亦都代表佢好愛我哋啊，即係好關心我哋，同我哋好近嘅。好近好近，係你時時感受到嘅。所以祈禱，我哋經歷神咧幾方面嘅，一個咧就係心靈嘅經歷，輕省啊、平安啊、愛啊、釋放啊、安慰啊呢一啲，亦都可以身體上經歷到神嘅能力，經歷到舒服或者醫治。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同神嘅連接啦，即係可以經歷到神嗰種嘅心意啊、神嘅嘆息啊。咁我自己咧好多教導啦。我就真係好覺得係神親自教我嘅，即係真係會感受到神俾我嘅感動，帶領點樣去教導。如果你好想進入神嘅服事，你都可以逐漸神有同你講嘢。但係佢同你講嘢嘅時候嗱，譬如佢叫你唔好講大話啦，唔好鬧人啦，你係咪即刻聽話咧？譬如佢話你唔好同你父母頂嘴啊，你係咪即刻就停止咧？好多人咧就話我搞錯啊，咁唔公平，佢對我唔好，我竟然要同佢頂嘴咧咁。喺聖靈喺裏面催逼你喎，咁有基督徒咧又唔肯聽話喎，唔聽話嘅時候，聖靈點做咧？繼續提醒，繼續催逼。如果你越快聽到話咧，佢就越知道你係歡喜佢嘅，你嘅心係開放嘅，佢就可以長期住喺你裏面。如果唔係，有啲人咧有冇發覺？有啲人會咁話：耶穌呢一陣咧唔係好啱你，呢啲三級嘅嘢咧，即係你唔好睇啦。你行開一讓開一陣咧。我而家睇緊呢啲嘢咧，你誒暫時我唔好諗你住啦咁。有冇試過啲咁嘅嘢咧？上網睇啲唔應該睇嘅嘢，跟住耶穌，我唔可以祈禱呢陣，我唔得㗎。你暫時回避一下嗱，我哋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嘅。當你有呢種情況嘅時候，神就知道你嘅心唔係好開放，你唔係好歡迎佢嘅。但如果你話神俾我先係最好，神會凡事祝福我，包括我嘅婚姻，包括我嘅前路，我嘅健康，我嘅事業，乜嘢都祝福咧。咁你個人咧就會乜嘢都聽曬神嘅話。我而家嚟講咧，我真係經歷聖靈之後，我處理任何嘅罪啦，同埋乜嘢地方神叫我做，我即刻聽話。點解咧？因為我睇到神咁好啊，我唔想失去神任何嘅恩典啊。神俾我開路真係好大嘅，一路開路。而家我幫緊肯亞嗰度咧建立聖經學院啊，咁啊神都使用我去幫助佢哋，即係。是神開路，並且我要諗到就係去不同的地方幫助他哋，將啲教導啊錄影咗啊寫咗啊，即係神俾我好多好嘅教導，神都可以用你哋㗎，唔好以為你唔可以俾神用。
但第一步開始就是你會回應神這個聲音，你不要藐視神的聲音，不要藐視以色列的聖者，他說話的時候你真的，如果皇帝下聖旨會怎樣？你會說皇帝等一下先，等我做完這件事先來，會不會這樣？不會，你立刻在中國古代立刻跪下接聖旨，同樣神的聖旨來到比皇帝的聖旨高還是低啊？更高啊，你敢不敢去不接呢？但很多人就是不接的，所以希望大家聖靈跟你說話，你時時回應他，神就知道你喜歡他。還有很多人覺得神很遠的，這個都很多人跟我說，哎，神很遠，好像哇祈禱又不知道聽不聽到。我們一起讀羅馬書五章五節，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。聖靈真的會將愛放在人的心裡面的，真的你會經歷到的。那可能你說我不是經歷很多，其實你有經歷平安，有沒有覺得平靜啊？敬拜讚美有沒有覺得舒服啊？開心啊？有沒有啊？這個已經是經歷來的，不過是的而且確可以提升，還有呢不需要一定要集體，還有不需要一定要很勁的音樂你才有經歷的，是隨時隨地一想耶穌，哇即刻神的同在即刻來到呢，這個就是學到的，是可以學到，我就會今天遲些跟你講一下的。就是說有些人覺得神很遠，但是當你經歷聖靈，你就會知道你可以保持一個很密切的關係，是很近很近的。以賽亞書內一章一節，我們都簡略了的，一起讀一下。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，差我醫好傷心的人，報告被掳的得釋放，喜樂猶代替悲哀。這裡講到就是可以經歷到醫治，自己得醫治和人家得醫治，還有可以有喜樂代替悲哀，天天開心。那些人給很多錢去旅行為了什麼？開心。但是那些人是不是過開心去旅行的時候，很多時候暗暗沉沉的，很多埋怨的，哎呀這些又不好吃啊，哎呀我家裡那些還不好吃啦，那你說那你不如不要出啦，他又不會，不是真的這樣，他又很喜歡曬命的，就是哎，我家裡那些好吃很多的，總是呢很多不開心的地方，但是呢我們不用去旅行都開心，去旅行更加開心，即是隨時服侍神又最開心。還有很多人，這些我就回應一些人的情況和需要，很多人覺得在祈禱的時候難以經歷神的幫助，即是很多人跟我說神都不聽我祈禱，我聽過很多人跟我說神都沒有聽我祈禱，因為他的準則就是什麼呢？我想要那樣東西神沒有馬上給我，所以他就說神沒有聽我祈禱。但其實即是很多人呢，他覺得神是好像後母一樣的，他覺得神不給那些好東西，我那些好東西給第二個，那些苦茶就給我了，好苦啊，哎呦，為什麼神給你這麼苦的東西我吃的呢？其實呢你有信心神給你的最好，你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一切會加給你，你就會什麼看到，你都會看到神的恩典，還有神會將更多恩典給你。為什麼很多人沒有神的恩典呢？個原因係咁啊！佢話信耶穌點解我成日鬧交？因為佢好勞嘈咁，成日鬧交咯。當你想屋企冇鬧交，你係讓耶穌做主，你真係信服以善勝惡，你先能夠屋企裏面冇鬧交，係咪？基督徒屋企有冇鬧交㗎？有喎。咁呢個係咪榮耀神呢？唔係喎，就是、因為佢裏面冇神嘅平穩安靜啊，亦都唔係降服喺神面前，所以變咗屋企有鬧交。咁但係咧，我哋越在神的裏面越聽神的話是最好的，其實神的慈愛很好，神的聖潔都是很好的，你走在神的慈愛和聖潔，你的家庭就會非常美滿的。就即很多人就覺得很難經歷神的幫助，但是呢我就會這樣的信心，所以我祈親禱有平安輕散，我知道神和我一起，無論我有疾病沒有疾病，我都想過如果有一天我到老了有病了或者很嚴重的病，我求神不要給我啦，如果真的有的時候我怎麼辦呢？我就說醫不好就上天堂咯，醫得好又感謝神咯，那還是一路繼續活在世上又醫不好又或者又辛苦不要緊，就算掹住耶穌，掹住耶穌梗有神的祝福的，即是我的心預了就算最差的病我都不會怕，因為神與我同在，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，因為祂與我同在，即是這個就是信心，相信神不是後母來的，神是很好的，你相不相信？當有這個信心的時候你就容易經歷神了。
你就會睇到乜嘢都話，哇！神做啲咁靚嘅嘢，神俾啲咁好嘅食物，神俾我周圍嘅人咁好，咁你嘅心咧就會好中意神啦，你就好中意行神嘅路。咁嘅時候咧，你隨時隨地都會經歷到神嘅同在嘅。咁啊，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節一齊讀啊。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，就是奉我的名趕鬼、說新方言。有十八節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嗱，呢度講到咧喺啊十七節啊，信嘅人必有神蹟隨著佢哋。你信唔信神蹟啊？信。幾多個信嘅舉手？感謝主啊！好，問下你有幾多個你祈禱有神蹟嘅？請你舉手。你祈禱之後有神蹟嘅？請你舉手。啊，都有好多個，感謝神喎。有很多個，但其實可以個個得喎，就係你肯肯去做。有些人就不敢去做。當你祈禱，哇！真的有神蹟，你係咪會覺得神很近啊？你會覺得神很近很真。我成日都有不同的人跟我講不同的困難，我就話俾你聽，我不知道神會做乜，不過我看到神很多次都幫人。嗰啲有病的很多都覺得舒服，很多人有醫好，也都有很多人改善的，但就算冇醫好咧，佢都覺得很舒服、很平安。我就會咁話俾人聽喎。我話俾人聽，有大部分嘅人九成半以上啊，為佢祈禱咧，真係即時覺得平安輕省嘅。呢個係真係好多人，無論去邊個國家，人都可以經歷到神嘅同在嘅。咁所以咧，當你越係喺神嘅運作，喺神同神有啲密切關係，同埋真係行喺神嘅路上又服侍主咧，又喺相信神嘅聖靈工作，你可以進入神蹟嘅服侍，你就會成個生命咧係充滿神蹟，時時你會對神很有信心。約翰四章廿四節一起讀，神是個靈，所以拜他的必須以心靈而成。這裡有很多原因，為什麼很多人很難經歷聖靈，就是因為他不懂得用心靈祈禱，他只是口噏噏。還有有時有些人就算敬拜都在望東望西，或者只是掛著唱歌，只是掛著跳舞，就沒有從心底處。如果你學習每一日用個心靈嘅深處愛慕神咧，你係隨時可以經歷到神嘅。嗱，呢本書咧度寫咗咧就係 Catherine Kuhlman 嘅，我相信神蹟，就係佢真係成日見到神蹟。當你越喺神嘅裏面，你就會發覺咧神蹟係常常發生嘅。我第一次有神蹟係幾時咧？係我經歷聖靈之後冇幾耐，我去一個教會講道，我問嗰個傳道人，我可唔可以為你嘅教友祈禱？佢話可以，不過咧就邊個想就入個房。咁咪入去祈禱啦。祈禱我問佢啦，你有冇咩經歷啊？咁有一個中年以上嘅婦人跳起身，哇！我腰骨痛好翻，另一個人跳起身，我膊頭痛又好翻。呢個係第一次我見到神蹟嘅。咁而之後咧就時時都有啦。咁所以我一見親人有病，我就話我為你祈禱，甚至喺街上我都係咁嘅。即係神真係做好奇妙嘅事。我見過癌症好翻啦，係祈禱嘅時候癌症好翻十幾年。膝頭痛好翻啦，手震四十年好翻啦，係眼蒙，即係個眼睇得唔清楚嘅。然後咧祈禱好翻啦，即係有好多不同嘅病啦，有腰骨痛得好緊要嘅，佢係有釘喺度做咗手術嘅，但係咧祈禱之後咧又唔痛啦。即係我係時時見到神蹟嘅，趕鬼咧係好多好多次啦。咁大家都可以，當你咁嘅時候，你就會知道神好真啦。同埋有好多人覺得靈命軟弱，哎呀冇力啦，又我又犯罪啦，又冇力啦，又冇動力祈禱啦，有冇呢種情況啊？有好多基督徒係咁噶，低高高低低，或者聚會又覺得好啲，因為翻屋企又覺得弱啲噶啦。咁咧，因為佢同神冇呢種嘅密切關係。當你同神有呢種密切關係，你隨時隨地，無論你發生咩事，你都話神同我一齊。當你經歷到神是很大的幫助嚟嘅，你就會話神同我一齊，神真係幫緊我，神真係祝福緊我。四輪轉四章三十一節，禱告完了，聚會的地方震動，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。即係佢哋祈完禱咧有咩果效啊？哇！地震動，跟住咧被聖靈充滿，跟住佢放膽講論神嘅道，即係睇到果效嘅。當你時時同神有密切關係，你係會睇到果效。你為人祈禱睇到果效嘅，我係時時睇到果效，無論喺聚會、喺街上，都一樣見到神嘅工作。今晚都一定會見到，因為我見到你開放，一定會有神嘅工作。咁有神嘅工作點樣呢？譬如有個人經歷好強，你就話點解得佢有我冇嘅咧？唔好咁諗，佢有即係話神做緊工，我就感謝神，可唔可以咁樣啊？
即係你唔一定話我要好似佢咁經歷。有啲人話我淨係得平安咋，你有平安已經好好嘅，你唔使比較。唔係，你見到個人哇，佢咁強烈經歷，哇咁感動，咁安慰，咁釋放，哇我都要咁樣，唔係一定嘅。你見到有人有經歷，你就話神係咁真，我就願意親近神，時時俾神改變，可唔可以咁樣啊？唔好比較，唔使嘅，因為神會喺一個人身上做工，佢都會遲早使用你。我試過有人咧，佢係硬係感覺唔到聖靈喎，其實佢感覺到嘅，不過佢唔係好知道。但係佢為人祈禱咧，佢又會。很多人會經歷到聖靈的，即是神真的會來到我們身上的，好像這個人他真的被神的靈感動，所以變成真的會對神很有強烈的回應。我希望大家都是哇神那麼好，你就真的被神去臨到你身上。也都很多人擔憂前途或者經濟，死了怎麼辦呢？哎呀我兒子又讀書讀不到了，哎呀我自己又前途苛堪了，即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擔心這些事。點解會有啲困難？因為對主失去信心，就容易擔心啦。有啲咩困難都總係喺度擔心嘅。但係如果你話神一定有出路，神一定幫我嘅。馬太六章33節，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。嗱，呢個講到有啲人話點解信耶穌都係咁難呢？因為佢有冇求神嘅國同埋神嘅義。求神嘅國唔係就係話求神嘅國降臨，唔係就係咁祈求喎。你求神的光降臨的時候，你真的會有行動。第一就是你很想人得救，第二呢你會讓耶穌在你心中做主，做主那裡才是國，是不是？即是個皇帝如果他在那個地方會叫人來，喂你來吧，那些人又不來，那個路是不是他的國呢？不是的，神的國就是說第一就是神的恩典來到那些人得救，第二呢神在那裡話事，他說做什麼你就做什麼，那裡就是神的國充滿的地方。你的家是不是好像 天上的家那么好，那么被神掌管，你的家有没有嘈吵啊、猛枕啊、怒吵啊、不憤氣啊，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啊，是不是有这些这样的感觉？这些就不是被神掌管了。当你被神掌管，这些一切就会交给你，神真的会将一切交给你的。阿尼都人这个图代表很多样不同的福气神会给我们的。还有很多人觉得侍奉无力的，耶穌話咗啦，侍奉嘅力量邊度嚟咧？使徒行傳1:8，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必得著能力，並要在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、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嘅見證。就係、是、呢個能力邊度嚟啊？呢個話聖靈嗱，聖經又俾我哋能力，聖靈俾我哋能力，兩樣都需要。但如果你只係有聖經，而同神冇一個密切嘅關係。我形容好像什麼呢？你一煲湯呢放了很多料下去，不過不開火，你是有很多知識的，但是那些知識發揮不到出來。跟神的關係，他就將你所有認識關於神的東西，神的真理應用出來。你煲湯會不會就這樣浸下去就算了？你一定有火的，這個火呢就會生出果效出來，你所學到的東西就有果效。很多人呢，我聽過有些人說，他說唉，信了主這麼多年，曾經有個說，我都不想說恩信稱義，經常都說恩信稱義，即是他經常聽到就是恩信稱義，唉，好像很悶啊，即有些人會覺得，說來說這個那些，很悶啊，做基督徒做到很悶啊，都不知道做什麼。有些基督徒就說，沒什麼人生的目的，但是當你有，即是跟神有密切關係，時時經歷到神的幫助，又為人祈禱，看到人的改變，你就說，你的人生是很豐富的。我現在已經65歲了，65歲，我搭車是2元的，但是我依然神給我很強壯，又可以打網球、羽毛球，全部都很很勁喎，即是神給我很即是很健康啊。如果你說70歲退休，哇，其實我已經退休了，為什麼呢？我是沒有受薪的職業的，我沒有一個受薪職業，我全部都是自願做的。你話70歲停止侍奉得5年，我話唔得啊神，我太多嘢想分享俾人。其實如果今日神要我上天堂，我都好歡喜嘅。但我覺得太多嘢神俾咗我想分俾人。如果到70歲，70歲多數人都退休㗎啦，係咪？70歲唔好侍奉啦，我都覺得唔得。我要做到最後嗰一陣，就算我臨到死啊，瞓喺張牀度咧，嗰啲人埋嚟，我都會為佢祈禱，係咪？到最後我嗱。耶穌就嚟接我噶啦，咁你咧按手喺我身上咧，
可能咧，當耶穌接我嗰陣咧，有好大嘅能力臨到我身上可能你會聖靈充滿嘅，即係我都會最後嗰嗰陣咧，我都會諗住祝福人嘅，因為我覺得我有太多啊，神俾我哋太多，我好想分俾人。咁我都希望大家咧有呢個能力，就唔會覺得侍奉冇力啦，係咪？同埋咧覺得傳福音同埋侍奉缺乏果效，即係冇果效，好想做不過冇果效。羅馬書十五章十八節呢個講到傳福音唔係淨係口講嘅。大家一齊讀一讀個經文，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，我什麼都不敢提，只提他藉我言語作為，用神蹟奇事的能力並聖靈的能力使外邦人信服。其實聖經有不同的經文講到這件事嘅。保羅傳道是不是只是口講啊？是不是只是言語啊？還有什麼添啊？有作為，有什麼作為呢？神蹟奇事的能力和聖靈的能力令到外邦人信服。所以我們看到復興的人呢，他們通常都是祈禱很有能力的。好像葛培理呢，其實很多人不知道，但我有一次神給我特別知道。我有一次坐地鐵的時候，我在看那本聖經，旁邊都在看，我就說這個是拼音聖經來的，因為我在讀拼音聖經來學學普通話。他說我都是信耶穌的。他告訴我他的故事，他的背是寒背的，即是駝背。他說我細個時有這個病很辛苦啊，那那時候葛培理來到香港，他說那時葛培理，現在即是現在葛培理退休了，但之前葛培理很多年呢，他服侍是沒有醫病的，但最初有，而這個人是經歷到，他告訴我，他說那時候他就給手巾葛培理，跟著他為祈禱，又跟著分給那些人，他說他那條手巾放在他身上，他立刻覺得舒服啊，即是聖經有說到的，在使徒行傳十九章找到保羅，他身上拿了手巾和圍裙放在病人和那些有邪靈的人身上，就跟著醫好他病，找走邪靈。那這個人立刻覺得舒服，立刻覺得沒事。但是為什麼過了幾天有個和尚來，那和尚叫他們整個什麼神主位，他就整了那些病人回頭，他那時候不懂得找基督徒幫，那他就告訴我他有這個經歷。咁咧呢個真係俾我睇到，原來葛培理以前咧都係喺神蹟嘅運作裏面啊，佢都係好多祈禱嘅。即係話，如果個侍奉淨係靠頭腦解釋聖經，淨係靠頭腦去改變人嘅頭腦，呢、這個唔會改變人嘅生命嘅。淨係知識唔會完全改變人生命，一定係有知識加上聖靈嘅工作，將呢個人嘅生命改變嘅。好啦，咁啊就。聖靈奇妙的工作，我未講之前我就想請一個姊妹，她就分享她的生命怎樣改變，是很神蹟性的。其實 我在我侍奉就經常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的。我知道你不是要有很高的資歷才可以服侍主，是個個人都可以，她只是初中的程度，但是她就有這個心，她你想她很單純很簡單，因為神就是這樣，你單純神就會用你。神可唔可以用你哋啊？可唔可以啊？邊個可以噶？你舉舉手，可以噶。你想唔想咁俾神用啊？你就會有力量。你睇到佢好開心啊，同埋好有動力噶。即係你唔使話提佢，佢自己走去，佢自己翻去老家，自己成為去，佢自己即係佢。因為我訓練人咧，我又唔帶條件噶，你去邊度都得噶啦。咁佢自己就有開路啊。神就為佢開路，即係神都可以為你開路。你其實咧。我而家成日都有人揾我，就係網上嗰啲影片啊！你第日你都中意可以擺啲上 YouTube 有啲人又會揾你，或者你啲朋友，你做開咧有條路嘅，你真係咧將來嗱，好多人傳福音咧，佢話我已經傳曬啦，我啲朋友傳曬，個個都唔信我，而家冇辦法出路。但係當你有經歷聖靈啦，你開始有人改變咧，嗰啲人就帶佢啲朋友嚟揾你喎，佢又帶佢我啲朋友，佢嗰啲朋友帶佢啲朋友嚟喎，你係越嚟越多人，你話要祝福。好好改變生命嗱，咁我想講講，我哋唔係主要係趕邪靈啊，即係佢啱講啲趕邪靈，佢最主要幫佢經歷到神嘅平安、輕省、愛啊、感動啊、安慰啊。有時有啲人有邪靈，唔係個個都有邪靈噶。好，咁咧聖靈奇妙嘅工作，咁我而家我而家呢度只係簡單咁講一講啦，因為時間關係，我睇睇個鐘嚇。第一咧就係羅馬書五章五節一齊讀嚇。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，有很多人當你親近神莫名其妙地感動，有沒有試過莫名其妙地感動？不過很多人來說是偶然發生，很多年發生一次，但是在經歷聖靈的人，如果你的靈開通，
係隨時隨地，我一隨時一諗耶穌起落嚟啦，愛嚟啦，成個人咧充滿神嗰同在，係好舒服，好冧噶，哇！真係好好嘅，你都可以嘅，隨時可以神嘅愛咧轎灌喺我哋心裏面，你同神就有好密切嘅關係，同埋咧有喜樂啊，做人開心喎。詩篇九十篇十四節，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，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。你想做人開心啊？係咪個個基督徒都開心噶？唔係喎，好多人係咪個個都飽得神嘅慈愛咧？風聞有神嘅慈愛，聽過，不過喺自己身上好似冇乜。啊，呢個其實一定喺神嗰度。但係好多人就話：我唔係咧，我又唉經濟又困難，身體又有病，我丈夫太太又唔好，啲仔女又唔聽話，哎呀，冇樣嘢順利嘅。嗱，好多人就會覺得咁啊。但係當你有神嘅同在，你就隨時有喜樂。你的人際關係有個改善，你以善勝惡，你會整個生命改變。很多人為什麼這麼多煩惱呢？其實有一部分是他產生出來的，因為他自己猛整怒躁，自然他見到什麼人呢，那些關係都是有時有衝突，有什麼利益衝突就會有衝突。但當你有神的時候，你說不要緊，我所謂損失有什麼所謂，你上網看看我有些輕鬆得勝的教導，怎樣處理人的問題，還有很多方面我都有教的，你上網看看會提升你的生命，那你的人呢就可以日日活得開開心心，還有靈命更新，整個人的生命改變。靈命不更新，你就是頭腦上我要愛主呢，你發覺力量不大的，但是裡面生出來呢重生，是從神那裡重生，將你再一次生過出來，你裡面好像有個不同的力量的，就是其實呢我是這樣說，很多人初信主有沒有發覺是愛主多一點的，有沒有發覺很熱切的，到上一開始冷淡，其實個問題在哪裡呢？因為初信的時候，初頭本來就是聖經講到呢，以弗所書第一章我講到呢，未信的人是有邪靈運行的，其實個個人都是被魔鬼控制，一信耶穌忽然間耶穌進入，所以 變得很大的喜樂平安，但是怎知不懂得保持，不懂得怎樣親近神，不懂得成日想到神的美善，成日怎樣愛慕神、感激神、宣告神的恩典，那呢很快脆覺得祈禱看聖經是一種責任。有沒有這覺得？哎呀，今早又要看聖經，又沒有看到，又不得閒看，即變成要做但是呢又不想做，但是當你有神的同在，你就時時都想親近神的，但我想說不是經歷聖靈的人個個都聽話，是你自己願意聽話，你才會改變的。你願意聽話，你整個生命就可以提升的。在你裡面有一種新的力量出來，其實聖靈充滿呢就加強，即好像你初信主的時候那樣，神的靈再大大的轎灌你，但這個一定要保持，好像聖經舊約的掃羅，他曾經經歷過聖靈，但後來失去了，是可以失去的，很多人都經歷了失去。還有我很可惜見到一件事，我見到很多人經歷聖靈，在香港很多，不過他們做什麼呢？他只是喜歡敬拜讚美，只是喜歡代禱，這些全部都是好的，不過他只是喜歡做這件事，他不喜歡傳福音，因為為什麼傳福音會被人拒絕嘛，那些面懵那些他不做，他不敢做，即其實很多人經歷聖靈不懂得用，不懂得用的時候呢發揮不到出來。我們這三堂就會講到你經歷怎樣保持，怎樣處理生命，然後怎樣用出來，這樣的時候呢你的整個生命就會發揮出來的。即我覺得太多人在香港呢，他只是跑聚會，喂今天有誰講完啊，喂有什麼恩高服侍者啊，有誰先知啊，他就整天想去，整天都是我要多一點，他不知道施比受更為有福，當我們經歷之後，我們付出呢，我們更多的經歷。撒母耳記上十章六節，這個是撒母耳和掃羅講的，一起讀啊！讓我的靈必大大感動你，你就與他們一同受感說話，你要變為新人，變為一個新造的人。還有心靈醫治，以賽亞書六十一章，一起讀啊！一節，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，因為耶和華用高高我，叫我好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，差我醫好傷心的人，報告被掳的得釋放，被囚的出監牢，報告耶和華的恩典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賜華冠與石安的悲哀的人代替灰塵，喜樂又代替悲哀，讚美以代替憂傷之靈。
嗱，好多人都會經歷到心靈嘅醫治喺聖靈裏邊咧，經歷到安慰。呢度講到咧，主耶穌嘅靈喺身上，因為耶穌用高高我叫我傳好信息，就係、是、你傳好信息嘅時候，你會有心裏嘅火熱啊，有心裏有聖靈嘅工作一齊，然後咧就差我哋醫好傷心嘅。嗱，我哋發覺咧，耶穌唔係淨係拯救人嘅靈魂，有好多人咧以為我哋只係就係拯救靈魂。但喺呢條聖經係好清楚講到，神亦都差我哋醫好傷心嘅，同埋耶穌都講噶，凡勞苦擔重擔嘅可以到我這裏來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呢個第一步嘅安息，第二步安息咩咧？耶穌話：我心裏柔和謙卑，你們當負我的轭，學我的樣式，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。喺呢段經文講兩次安息嘅，第一次咧係嚟揾耶穌，第二次咧你負耶穌嘅轭，做耶穌要吩咐你做嘅。學耶穌的生命的樣式，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，你的整個生命就有安息。當你沒有去服侍主，你是不會得到完全的安息的。你沒有服侍主，也都神有一天要追討你的，要問你的，你有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，你有沒有使用你的恩賜，因為埋藏在地裡面。當你用的時候，你就會心裡得享安息。耶穌說，因為我的轭是怎樣的，是容易，我擔子是輕省的，是容易的。當你服侍主是容易，這個就是行完神的路。我們不是靠做這些事 得到神的恩典，是親近神，永遠是神的同在，神的恩典。不過當你有神的生命，你就自然會流露出來的。這個就是心靈醫治，我們可以有心靈醫治。剛才所說的是你可以有，和人家可以有的。還有神跡隨著，我們剛才都有稍微讀過這句經文，馬可福音十六章那裡講到，信的人必有神跡隨著他們，就是奉我名趕鬼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而在二十節那裡講到，用神跡隨著證實所傳的道，神跡的目的不是神跡本身，神跡的目的是證實所傳的道，給人看到神的真實。並且另一個目的呢，就是好像以賽亞書一章所講的，就是醫好傷心的，神去釋放他，安慰他，即一個 是證實神的話，另一方面是更新他的生命，去醫治他，釋放他。還有聖靈賜各樣的恩賜，我們一起讀一下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九節，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，還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，又叫一人能行異能，又叫一人能作先知，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，又叫一人能說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。我們發覺聖經講到神蹟呢，很多時候是跟聖靈掛鈎的。這個經文就是其中一個例子，聖靈賜這各樣的神蹟的恩賜。其實恩賜不止這些的，恩賜也有很多，即是比較通常來說不會列它做異能的神蹟，譬如彈琴啊、領敬拜啊、講道啊。這裡所說的是比主要是神比較神蹟性 的恩賜的。還有呢，以利亞和以利沙，你記得以利沙就要求感動你的靈，加倍感動我。然後後來呢，以利亞就說，如果你我被接的時候你見到，你就可以領受這個恩膏了。他真的呢，他見到以利亞，並且以利亞將衣服扔下來給他，然後他就打水過河了。那些門徒就說，見到 他打水的時候河分開，他就說感動以利亞的靈已經感動以利沙，即是這個神蹟證明聖靈在他身上，即是聖經是將聖靈和神蹟掛鈎。我們看得到當初期教會聖靈充滿，跟著就很多神蹟了，即這個就是聖靈能夠做的工作。事實上基督教就是一個有神蹟和有教導的宗教的，即是它主要是教導。如果兩樣選，神的話語和聖靈工作哪樣最重要呢？是最重要的神的話語，即是兩樣選，你只能拿一樣就一定是神的話語。但是神的話語沒有聖靈的工作，那個果效是不會強的。當你有神的話語，有聖靈工作，你的生命改變，你的侍奉也都會帶著能力。因為基督教不是一個教義的宗教，不是只是教義的宗教，是一個活神的宗教，是活著的神真的做工 的宗教的，是叫我們能夠得到各樣的屬靈的恩賜，還有傳道呢都是有聖靈的能力和神蹟的。我們剛才已經讀過這個經文，我們不再讀，對不起，這裡好。我們現在總括看回什麼呢？就是讓我們明白聖靈的工作。這個請大家記得，或者你可以影響它，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個就是
我哋繼續下一次咧會繼續講咧，就係呢啲聖靈嘅工作對我哋有咩幫助？第一就係平安啦。耶穌話：我將我平安賜俾你。咁你話耶穌話俾啫喎，唔係聖靈話俾喎。其實神係三位一體嘅，聖父聖子所做嘅，聖靈都係做嘅；聖靈所做嘅，聖父聖子都係做嘅。呢度咧就講到好多人經歷聖靈就會平安啦。跟住咧就係勞苦擔重擔嘅，有啲就先我哋冇讀過經文啊。勞苦擔重擔嘅人咧，好多人覺得鬆咗啦。我咧就好多人經歷神嘅愛啦，經歷傷心得醫治啦。啊！奉耶穌名趕鬼同埋按手病得醫治啦，同埋咧喜樂遊代替悲哀，啊呢、这個重複咗，咁同埋咧身體舒服啦，個身體肉身安然居住，好多人覺得個身體好舒服，個身體咧好似輕飄飄，好舒服咁樣。咁咧就同埋咧醫治失眠喎，詩篇四七篇八節嗰度話：我必安然躺下睡覺，同埋得著能力，得著能力作見證。我哋睇到咧，聖經講咗好多呢啲工作，都係聖靈嘅工作，都係神嘅工作。即係神唔係淨係俾教導，佢係做工嘅神。其實經歷聖靈係乜嘢咧？就是、經歷神做工。一齊講一次，經歷聖靈就係經歷神嚟到做工。經歷聖靈就係經歷神。一聖靈就係神啊嘛，佢嚟到你身上做工，佢就會停留喺更強烈停留啦。其實所有信耶穌嘅人都有聖靈，不過問題聖靈係有幾多？充滿佢，即係佢嘅生命有幾多俾神掌管啊？佢只係翻下禮拜日，翻嚟崇拜，翻屋企咧又鬧交，又上網睇色情片，啊又唔開心，又貪錢，又同人哋鬥過。咁嘅時候咧，佢話信耶穌，但其實咧佢嘅生命好有問題。咁聖經講咗，甚至有警告啊，行者有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。當然我哋唔能夠話呢個人係咪能夠承受神嘅國，但係如果個人繼續喺最終係可以失去救恩嘅。即係好多基督徒咧，佢哋係軟弱嘅。我哋係需要神更新我哋生命。嚟到呢個世代，耶穌話福音要傳遍普天下，然後末期先嚟到。我哋預備好耶穌翻嚟，係咪？我去好多地方，我都發現同樣嘅嘢。好多人信心軟弱，全都係信心軟弱。亦都好多人經歷聖靈唔識得保持啊！好多人經歷聖靈咧，唔識得點樣運用。只是經歷，就希望下一次有個報道家嚟，我去到咧係訓練人點樣俾神改變，我亦都帶領人出去訓練人。所以你有心嘅，你可以跟我。我去咧，我係完全係，即係我哋唔係好似攞任何嘅益處，我只係全部都係俾嘅。我亦都全部付出嘅。我喺我嘅事工，我又冇攞人工嘅，我係全部都冇攞人工，係白白咁做。但係神白白賜俾我，我就白白去付出。所以有些人話願意跟我去服侍，係完全係對我嚟講係冇任何利益，只是你可以得到呢個經驗，學習呢個經驗嘅。大家渴唔渴慕神聖靈嘅臨在啊？嗱，呢個需要時間嘅，需要學習。咁呢個點樣學習呢？我下一次會詳細講，但我今次簡單講係點樣啦。好重要就係我哋喺神面前係悔改離開罪。如果你嘅心中而家你嬲邊一個人？你不喜歡某一個人，你對神埋怨啊！神啊，為什麼你對我不公平？其實神，你數下神給你的好東西，很多好東西，不過你就說爭那麼點，我希望樣都有了，爭那麼點，很多人其實有衣有食，你都肥肥白白，是不是？今晚有沒有人是沒有錢吃飯而又來的呢？是沒有的，你個個都肥肥白白，張床都是沒有落雨濕濕的，是不是？你家裡沒有漏水的，即你都是有供應的需要的。我哋就心裏面有啲咁多對神或者對人嘅埋怨，或者心裏面就係成日慣咗唔舒服、唔開心嘅。你就神啊，赦免我罪，因為我冇榮耀你。天上嘅聖徒係咪充滿榮耀啊？充滿喜樂啊？地上嘅聖徒係點樣樣噶？好煩啊！好猛啊！好急啊！好多猛震嘅嘢係咪？係咪榮耀神啊？咁樣稀缺神嘅榮耀啊！但係如果你日日都活在神的愛中，你就彰顯神的榮耀，這個是神喜悅的。所以第一悔改就是相信聖經所應許，神說了有神蹟就有神蹟，神說了我們可以帶著能力，我們就相信，我們相信神的同在，然後我們才能夠服侍的。我們都遵從聖經所有的吩咐，我們就是相信聖經，比較最有信心。信心是什麼呢？神給我的定義很簡單，神經常都教我不同的東西。神做事我放心，一直說神做事我放心。
即係神關心你嘅事嘅。嗱，好多人就覺得神唔關心啊！哎呀，我啲財務唔得啊，我啲工作唔得啊，家庭唔得，神關心係有時係我哋自己冇處理到，或者係對方可能你嘅配偶有問題，咁我哋就要學點樣唔俾佢影響啦。呢個係需要處理嘅，咁我要遲啲先有機會再講。即係話咧，有信心，神係愛緊我嘅，一齊講啊！我相信神是爱紧我的，神是很想祝福我的，神很想提升我的生命的，神在我生命有奇妙计划，我可以大大给神使用的，哈利路亚，现在就开始了，哈利路亚。所以第一就悔改认罪，第二就是相信圣经的说话，以及有信心，神是爱我，神很想充满我。嗱，你諗到四年充滿，唔好諗住神啊，今日唔知得唔得咧？第二個得，或者我都唔會經歷，唔好咁諗。神係好想俾你嘅，你嘅心就係相信神喺度愛緊我、服侍緊我，就係我嘅心開放就得噶啦。你嘅心就話神，我需要你啊，耶穌，我需要你，我知道你好想祝福我嘅。嗱，呢個就係個重點啊，用個心靈，整個思想認同神係最好噶啦。好多人唔係喎，好多人覺得聖經有啲嘢我唔接受得噶，十一奉獻唔得。啊！嗰啲唔好有淫亂，淫亂唔得嗰啲，即係覺得有啲唔制嘅。唔好同基督徒結婚，有啲人又唔制喎。即係話我哋真係聖經所有嘅説話都係啱嘅，都係最好嘅，神係最好嘅。呢、這個思想完全認同神係最好嘅。意志我決意跟從神，同埋咧感情呢、這個就係魂啊，成個感情好中意神嘅。如果你有一個好好嘅父母或者是很好的配偶，你會不會很喜歡他？有一個好的朋友，你會不會喜歡他？神好一點還是那個人好一點呢？神好很多，是不是應該我們個個都哇神啊你真的好啊，好到不得了，是不是應該這樣？但很多人就不是的，想到神啊，想到什麼字呢？悶啊，哎呀又要祈禱，又要看聖經，又要聽到，很悶啊。當我的心是這樣的時候，他自然就悶的了。但你的心話神係咁多好嘅嘢，我見親乜嘢都諗到神喎。我見到食嘅嘢，我又覺得神做得好食；我飲水，我又覺得神做得好；我的身體又覺得神好奇妙；神嘅工作，我又覺得好奇妙。我睇到金屬又係神做嘅，啲材料又係神做嘅材料，所以我哋有三著，乜嘢都係神俾我哋㗎，係咪啊？我哋嘅思想咁好，都係神俾我哋㗎。我哋有感情又係神俾我哋㗎，係咪？如果人冇感情，係咪生活喺世界上會好困難，係咪啊？如果個個都冇感情，好似機械人咁啊，咁係咪做人都冇意思啊？但係我哋就有感情，咁啊神啊，你真係好！你睇啲動物都有感情嘅喎，有冇睇過嗰啲動物片啊？啲鱷魚啊，嗰啲牙幾尖啊？但係鱷魚乸咧生咗啲鱷魚蛋咧，佢喺度等啊，一路等嗰陣時冇嘢食㗎，因為嗰度水嗰度太少，即係周圍，即係佢唔會走去嗰啲食得嘢嘅地方喺嗰度等啦，等嗰啲蛋孵出嚟，等好多日嘅喎。等到孵出嚟，有啲叫聲，即刻走上去。走上去咧，佢出嚟咧，佢會嗱，好利噶。佢會擔住嗰只鱷魚仔走落個水嗰度放佢落，又再擔第二啲喎。但係佢唔會咬傷佢喎，好犀利喎！哇，鱷魚點樣可以擔住個仔？有冇見過啊？好中意睇啊！呢啲係神嘅設計啊！神的創造是很靚，我睇真係好中意嘅。我覺得神真係好好嘅，我心好冧嘅。我諗到神。我想到我太太又覺得好冧，我諗到神得更加冧嘅。呢個就係思想、意志、感情都好中意神，然後咧就整個靈魂啦，凡在我裡面嘅都稱重佢嘅聖名，你就容易被聖靈充滿。嗱，今晚我哋會為你祈禱。喺祈禱嗰時，我就話都唔知道有咩經歷，唔好咁諗，係咁點樣諗咧？耶穌而家愛緊我，耶穌而家祝福緊我，而家好想祝福我，我只要打開嘅心就得噶啦。當你一經歷到平安，你就多謝耶穌，耶穌的平安臨在我身上。嗱，好多人經歷係咩呢？就覺得平安、輕鬆、舒服。嗱，呢個已經係可能你已經經歷開㗎啦。呢個就係聖靈嘅臨在。咁你追求更長嘅經歷，咁亦都有啲人會搖喎。咁誒，呢個同聖靈有冇關係呢？我就覺得係有嘅。咁啊，原因係咩呢？嗱，聖經有講到啊，啟示錄一章十七節，約翰咧見到榮耀耶穌咧，佢就成個撲咗地下。蘇羅信耶穌嗰陣時咧，又係撲咗地下，見到榮耀嘅耶穌又跌咗地下。啲兵丁捉耶穌嗰時，耶穌話：我係，佢哋又跌咗地下。即係神嘅同在，人可以企唔穩啊！
咁而未咁強嗰時候就會搖啦。你投入敬拜咧，越投入你就越發覺啲力量喺度搖動你嘅。咁你呢、這個我發覺好多人都係咁喎。佢搖動嘅時候咧，佢又經歷聖靈喎。我試過有為過一啲人祈禱，我話嗱你開放啲啦。佢開放咧，佢一嗱有，如果你唔會跌咧，你又唔使跌嘅喎。你要跌咧，你又唔好攔阻佢喎。我試過有啲人佢喺度明明咧好強嘅能力，佢又唔怕跌啊！我話你放鬆啲啦，一放鬆跌低咧，有啲即刻就有喜樂，即刻就感動，即刻行。亦都有人咧即刻上天堂，唔係死嗰種喎，係個靈魂上天堂，見到耶穌，耶穌同佢講完一輪嘢，嗰、那個人咧係一個牧師嘅女嚟噶，佢瞓咗地下兩個鐘頭，即係就係神嘅同在啊！神就可以臨在我身上，我哋放鬆嘅人，你祈禱嗰時咧覺得個身體會搖動，你由得佢，讓神嘅靈臨在你身上。喺個心中意神，你中唔中意神啊？中意。學習即係放低曬啲所有煩惱，唔緊要嘅。嗱，跟住講一次，唔緊要嘅。唔緊要。受些少苦唔緊要嘅。俾人鬧下唔死得嘅。俾人鬧下唔死得嘅。係咪啊？好多人就俾人鬧下就激氣到不得了，唔緊要嘅。係神嘅愛。